要啦，呢個時候我哋有請火雞姐，有請火雞姐上嚟先。Hello， 你好。大家好。俾掌聲，火雞姐丁海欣。Hello， 你好。喂，我知道咧，你都係識講韓文嘅喎。係啊。頭先有冇啲嗱，佢哋又講緊多謝啊，係講緊多謝大家好啊咁啊。好啦，有啲咩韓文可以即係同啲學霸講咧？頭先你喺樓下見到你深深眼咁喺度㗎嘛？哦。嗯，咁我介紹。係，嗱，今日咧知道你即係平時有拍好多片啊，咁咪都即係可能 MV 咧都有喺韓國度拍。介紹一個喺韓國，如果有即係現場嘅朋友想去韓國嘅時候，介紹嘅地方，你覺得一定要去嘅，或者係影相又好，玩又好正嘅。因為佢沿途嘅風景好靚，即如果大家唔係好攰嘅話，落山嗰轉咧，你可以都行埋。咁因為咧，佢一路行上唔係太耐，半個鐘到啦，但係好靚嘅，好刺激啊！所以一定要去南山。OK， 同埋加翻，如果天氣可以影到啲紅葉咁啊，真係加翻個時間啦，咁樣。咁嗱，今日咧，阿火雞姐嚟到咧，都帶咗啲表演喺台上面嘅。冇錯。呢個時候我將台交俾你，好唔好？好。俾啲掌聲，火雞姐，唔該曬。咁誒，我會唱我第一首歌咧，就最近出嘅叫《盛夏的月亮》。
歌叫 So What 啦。其實 So What 呢只歌咧就係、是、最主要鼓勵大家想做翻自己，因為你自己就係最好嘅。Thank you。我要做的都会讲，我太懒去化妆 ，That's why 懒去着低胸万种，我爱到处去闯，所以眼底地想中要讲，我爱笑爱发癫 ，So what 性格易偏到随便看，明知跟风会更容易，宁愿辛苦都只想真正挑战一次，去尽努力过后才可以。何解爱创新？不要告诉我应该要感我会爱也会憎。So what？ 会笑会愤怒难自禁，宁愿辛苦去更容易，明知辛苦都只想尽情挑战一次，去尽努力过后才可以。多謝我姐姐 ，Thank you。好，可以先到爬山，休息一陣先，唔該曬。